八张脸精致五官，邱淑贞清纯模样，八零年代是不少人心中的女神，即使年过半百但依旧保养得宜，最近一张照片又让网友惊艳。金马影后吴君如54岁生日，意外促成三位女神同框。港星曾华倩一身闪亮衣服搭着吴君如的肩，邱淑贞身穿白衬衫清晰依旧。曾华倩把照片 po 上网，写下我们都是80年代女神，自夸一下保养的不错吧。网友看了直呼简直冻龄。女神，我老公到底在哪？有啲姻缘呢一早已经出现咗啦，不过你一直没发现而已。跨刀天后蔡依林 MV， 吴君如女神气势依旧不凡，这次和好友同框，一如往常的俏丽短发一样让人看不出是过54岁生日。而三位女神都已当妈，但不论身材还是脸蛋依旧美艳动人，三人同框合照勾起不少人青春回忆，更是许多人心中的不老女神。三一新闻注意您周有宣台报道。